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作为游戏类型一大奇葩的恐怖游戏，无论是游玩的角度还是观赏的角度，都不得不紧绷精神，双眼紧盯着屏幕，生怕下一秒荧幕中一张大脸霸占全屏，亦或是耳机里一阵尖锐的嘶吼穿破耳膜。看似精神自虐一样的游戏方式，并没有阻止人类对其孜孜不倦的渴望。那么就请随我一起，以最直接的视角体验恐怖降临全身每一根毛发的快感吧。戴上耳机，正片开始。大家好，我是徐俊，好久不见了，其实没有很久了。这个是我们的2016年的第二次的恐怖游戏的合集。本期我将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太一样的独立游戏，也是最近刚刚在 GameJo 上找到的。很多人问我说，在哪里能找到这么多好玩的恐怖游戏？那么这里大家看一下这个网址，这 GameJo 这是一个独立游戏的发布站，在上面下载游戏呢，虽然质量不怎么样，实话。但是是全都是独立的游戏，它是免费发布在这里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玩，也是正版吧。那么我们现在看的这款游戏叫做 Continuous， 我看到它的画面就感觉这游戏非常非常的恐怖啊，给人一种 PT 的感觉，我也不是很确定了，我们来玩一下吧。 Continuous Launcher 这个网站上下载的游戏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基本上都是 Unity 来写的啊，不要有什么偏见，恐怖游戏嘛，不粗制滥造它怎么可以吓到人呢？你们说对不对？Continuous should be played with headphones for the best experience.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耳机戴上。The game also has flashing lights. When the game starts, please increase your volume until you hear mild thunder in the background. Enjoy the game. 所以等游戏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把耳机戴上，然后你要听到背景的打雷声才算是正确的音量。那我离麦克风远一点吧，我为了让大家把游戏的声音调到最大。哎呀，我听不见了，我调大一点。哎，我们游戏已经开始了，大家肯定是音量调的不够大，我们把音量调的大一点。我貌似能听到主角走路的声音了，就是要这种效果啊，调到大大的，鼠标灵敏度调低，这样可以迎合大家观众的这个视角。然后我们这款游戏呢，是首先我们在一个走廊里边，我还没有形容这款游戏什么样子呢，它没有给我们任何的介绍，连这个界面都没有。然后这个门大概是可以按 E 可以打开，啊，哇，这是条件反射，不知道为什么灯突然的黑了起来。Continuous 的意思大家都懂，是间歇不断的意思。那么就是说，干什么？哪里啊？你们有没有感觉好像我们在走循环路啊？我还是认知这点路的，这里面不太一样画风啊。这个好像有很多盒子，还有个书架，有一扇墙。哦，这个地方过不去，我还是走吧。对面呢？开门，开门。哎，这门怎么打不开啊？奇了怪了，刚才我们走的是这扇门，然后我们回到了原来的地方。这个往前走会怎样呢？Nothing feels like PT 哈，就是感觉跟 PT 那种感觉还蛮像的嘛，就是那种循环路，但是每次走的感觉都不一样。E toggle， 哦，这是洗手间啊，可以泡个澡了。但是现在不是洗手的时候。从视角上来看，我们也是蛮矮的。哎，这是什么？有三个那个什么啊，那个洗手液啊，洗发水什么的。那么我们如果是走这边的话，还是刚才一样的路啊？你看。你不要每次一进来就拿这种方式来迎接我好吗？哎呀，吓得我都要飞了起来。我们还是走这扇门看会怎样。来，哎，哦，他每次能打开的门是不一样的，对吧？不对，我刚才走就是这扇门，就是你。嗯，这个是洗手间咯，就是说每一次都是有一个不一样的门可以打开。你怎么自己打开了？我靠，这游戏好吓人啊。 ABC I know， 有一颗数码相机 ，I got a camera， 然后可以用啊，这样可以用相机的那个闪光灯 flash。所以说，如果大家眼睛感到不适的话，赶紧可以跳过这个游戏，因为我会频繁的用这个 flash。我们难道可以招出鬼吗？我都不信了，试试。没有啊，而且算是比较曝光，这个不是曝光，这个闪光灯的时间算是比较长的了。哎呀，吓死我了。他是让我们强行过来拿闪光灯的，看来走这个门就可以。你怎么自己开了？不，这是我开的厕所的门啊！我来照一下相，这是照妖镜。好的，没有照出妖怪。我们来走这个门试一试，肯定能到下。哎，这门怎么走不了了？而且没有回头杀来的。
而且我在宣传画面里面看到那个红红的是什么意思呢？哎呀，不管了，走这个门看看吧，不能跑，这个游戏只能很害怕回头。哦，好像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好的，能走哪个门咱就走哪个门啊，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喂，他这样我真的很受不了。照这个房间会照出什么东西吗？好像是一个孩子的房间，然后这里面有音乐，我说没有照出孩子呀，好像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绝对是错觉，绝对是错觉啊。这个缝可以进来，然后呢，我有点不太想玩这个游戏了，它给我一种未知的恐惧。刚才 QQ 响了一下我都受不了了。这是什么呀？这好像是一个摩天大楼的样子。你们有没有看过 Hotel 626什么的那个恐怖传说呢？为什么窗户都被木板给挡住了，倒是不用做外景了。咦，这个房间怎么回事嘛？这就是个什么东西啊，长得像一颗倒立的那什么子。奇了怪了，难道是这边吗？呵，照妖镜现出你的原形。咦，没有妖孽，居然没有妖孽。这个门也打不开，这个门是厕所，一定是你，你绝对有鬼。哈，开门。哎，奇了怪了，我要研究一下。啊，哎妈呀，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照妖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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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如此，现在全都黑了呀，只能通过我们的片刻闪光灯来看这个路了。我能看到面前是马桶，这个门我貌似打不开呀。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开门，让我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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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孩子在哭泣，你在浴缸里吗？不要这样。嗯，我该往哪里走啊？这个相机闪光灯还是？难道在马桶里有孩子吗？这马桶长得有点像飞机上的马桶，还是长途飞机那种。你说我要是不说话的话，你们会感觉什么比较可怕？是我比较可怕，还是说游戏比较可怕？来讲实话。哎，这门怎么倒了？你们看没看见啊？这个门倒的那一瞬间，哎呀，不敢玩了，不敢玩了。这个门应该没事吧？我把游戏声音调小一点吧，我调到30简直太作死了，调到21吧。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这门能打开吗？啊，漏了个缝是什么意思啊？不敢回头，不敢回头，不敢回头。咦，没事没事没事，我最讨厌这种 psychological horror 了。这游戏做的相当不错的，别看是独立游戏，其实做的现在相当不错的，不错了。呀呀呀呀！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哎，这边可以打开这个门了，我们到下一个走廊了。好，那开门杀你都吓不到我了。同样的技打，不要跟我玩两次。又是那个孩子的房间吗？不是厕所，应该是这个房间。哎，门又修上了是吧？这游戏到底有多长啊 ？Continuous。Should I close the door？ 嘿，门关上会怎样？什么事情都没有。那开门走了，看看对面那个房间。我们是从这个门进来的，那我们看一看厕所吧。相安无事，我进厕所了。没事，我出厕所了，走走走走。哎，好，哎，干什么？我不想玩了，就不要。哎呀，不想玩了，不想玩了。这边为什么闪了起来啊？我不害怕，我不害怕。好好，你要是闪的话，我就走这个门就是了，是不是？对，不对啊，不要开门。他这游戏还好没有鬼了，只是拿灯光来吓唬你了，还好了。是的，这个音乐是干什么呀？救命救命救命！好的好的好的，命救命救！这门可以开，这门可以开，芝麻开门 ，Open Sesame。Fuck， 这边这个画这么亮，一定有蹊跷。别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个孩子的房间一看就有鬼，好像什么也没有啊。这游戏做的太棒了，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不能我一个人被吓。我现在感觉我再开灯就能看到孩子啊，没有孩子 ，A B C。别哭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什么声音啊？救命！孩子，你慢慢哭。我走了，我走了。孩子，你慢慢哭啊！你慢慢哭，我走了，我走了。宝宝乖，宝宝乖。啊，你没有见过我，对吧？我不想玩了。啊！我现在就是跟茶叔学的。被吓到以后会有一种很爽的感觉，还想再被吓一次。那么咱们再来一次。
我是有极限的啊！啊，够了，够了，绝对够了！别！这游戏的恐怖程度真的是奔今年目前为止我玩过最吓人的一款了，完全不知道他在搞什么鬼了。啊，这到了新的房间，为什么音乐节奏变快了样子啊？喂，孩子，你再吓我一次！孩子，我来了，宝宝。这回宝宝已经不笑了，他在哭。我靠，这些声音好烦。这个房间也可以进，这房间里面什么也没有啊，和之前一样，一如既往的什么也没有。看来我们是每个房间都要走一个遍了。那个房子，那门怎么若隐若现的呀？咦？什么？这是该走哪边呢？走这边吧。我感觉现在可能突然跳出来个什么东西来吓唬我。而且感觉这是不要玩了，不要玩了！你们谁想去玩这个游戏呢？你们去找一下，你们去玩一下，哈哈哈哈！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下。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停了12分钟了。我觉得你们，我要不然把声音小一点吧。这个实在是太吓人了。刚才把21，现在调到16，来。啊，这样就证明啊，应该没事了。好像有一个孩子在这个房子里被谋杀了一样，然后就通过我们的主角来传达这种信息，然后让我们的玩家感到害怕。我感觉这个走廊变长了，这又是哪里？咦？好像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完了，他做的这么复杂，我该往哪里走呢？哎，好像恢复正常了。难道是无限循环的吗？这边有个不一样的东西在亮，哎，看看，好像是台电话。哦，不应该照这个电话，应该接这台电话。嗯，E没有反应。刚才有这朵电话吗？刚才没有这朵电话吧？算了啦，不跟你玩了，往这边走一走，看一看喽。什么东西？这边，照妖镜。我是不是看到一个保龄球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啊？而且这个房子怎么彻底都黑了起来呢？这些画也没有变吧？只能一下子瞥一眼，这游戏做的非常棒。我不想玩。这电话响了，在哪里啊？啊，在这里，接一下看看。啊！不要听，不要听！我现在不说话，你们自己感受一下啊。孩子，这个房间吧，孩子，你快出来！我给你拿保龄球，你快出来！乖宝宝，乖宝宝，乖宝宝！来来来，我们一起拿保龄球，我们一起做游戏。如果你出来，我就跟你，嘿嘿嘿！哇，这边蓝的更漂亮了一些。好的，一进门总是有这样一个 trigger， 可以把这个灯变暗，然后又变亮。现在感觉蓝光还不如红光。这是孩子的房间，孩子来做游戏 ，come on，baby！ 啊 ，get the fuck！地震了！地震了！救命啊！救命啊！震了！不要！ABC，OK。这孩子到底要干什么呀？这个房间我不要进。哎，好像这么一震，颜色也变了，变成红色了。救命！这游戏太可怕！哎，变成绿的，这绿还是黄啊？厕所应该没事吧？进来一下，踩一圈再回。哎。难道这里变成变色走道吗？这游戏到底有多久啊？到底可不可以通关？
束了吗？哇，这游戏太爽了，非常棒，太爽了啊！退都退不出了吗？什么 ？Oh shit！ 你至少做个退出的按钮啊！好的，这游戏我一定要推荐给大家自己体验一下，这是本周最佳，一定可以，说不定是本月最佳。这款游戏叫做 Continuous， 然后这个游戏也是在 GameZone 上面找到的。如果大家想玩一些比较好玩的独立恐怖游戏的话，别出心裁的话，大家可以到这顶上来找，非常非常棒，而且都是免费的。那么我们看下一款游戏吧，我要喝点水，我要冷静一下了。好的，下一个游戏。玩的这款独立游戏叫做 The Silent Dark 啊，安静的夜或者是寂静的黑啊，不管怎么讲了，我们来看一下吧。废话不多说，不要干就是怂。赌十块肯定是 Unity， 哎，真听话。什么叫做 Level 6？ 好像是一款手机游戏的样子，上来就开始拉拉拉拉，然后这个也不用啊、没有任何的设置，玩新游戏吧，废话少说了。啦啦啦啦啦。There's a letter for me. It must be important. I have to read that. 读啊，啊，按哪个钮？哦，原来是看这个信对吗？按 E. Dear priest, we need your help. Our daughter Julia is getting worse day by day. She's so silent and she's looking so ill. She said that she heard voices, which is saying she has been condemned while she's trying to pray. Her behavior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bizarre.We're worrying about her. We don't want to lose her. We're watching our daughter's dying. We can't do anything. Please help our daughter, priest. Please save her. We will be waiting for you, priest. Jesus Christ. Katharina. 就这样写的话都不会讲。我靠，这个，难道又是个神引擎？看来我们可以触碰这个里边的物体了。啊，这边是一朵蜡烛，但是 Unity 没有想到蜡烛还这么好看。问题是我画面上什么也看不起。这难道是声控的吗？Press E， 哦，开了个门啊，这是教堂啊。The church is too dark. I have to find my old lamp. 其实讲到这个宗教，然后真的走到教堂里面的恐怖游戏，我还是头一回见了。我的意思是说，这种独立游戏里面会真的走到这个教堂这个场景的。它的灯在哪里呢？应该是你吧？哎，亮了。哇，哈哈哈！刚才那声叮听起来还是蛮开心的。那么我们现在就随着直觉来走吧。既然是牧师的话，我这个应该是有辟邪的能力的，所以应该不会有什么妖魔鬼怪找到我的身上的，对吧？应该是吧。教堂的地下室让我想起了杀手代号47的第二部，啊，好像一开头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好像教堂的地下室好像是他庇护所还是怎样 ？I don't remember。啊，那个时候都喜欢用秘技来玩游戏啊，现在长大了开始不用这种愚蠢的手段来玩游戏了。咦，干什么女人？哇，飞来了好多蝙蝠吧，这是一个，应该没事的吧，我是牧师，我怕什么？我就要往这黑暗中走去，我就要看看你到底有多么的强大，我可是牧师啊。啊，我是牧师，你忘了吗？看我驱魔妖孽三金。诶，这好像在教堂的外边呢。刚才那个女人是干什么的？出现在那里就像是白素贞，不是白素贞，贞子一样。哇，白素贞能想到贞子的恐怕也就没谁了，也就我了。那边很亮诶，可能那边有什么蹊跷。而且这个写信来求佛，不是求牧师咨询的这个人在哪里？I forgot my keys in my room. 出门没有带车钥匙，要回到教堂里面去取。可这一路肯定有鬼。我应该早点拿到这个钥匙的。好的，现在可以安全的出去了。那么我们门外见吧。好的，这样我们都可以上车了。谁知道车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含义？最近总是有人看到什么什么文明上车之类的，我不太懂这个网络语言是什么意思。如果大家懂的话，可以在这边传授一下，可以讲一讲。咱们先上车看一看。嘿，我靠，这就算开车了吗？还可以跳过这个画面呢，但是我要看一看开车的感觉，哈哈哈，跳过吧。可能这个就是找我们求我们办事的那个人的家里。你家门在哪里啊？让我进去，我是神父，我来办事了，开门。你们真是有失远迎，我站在外边，你们却不给我开门。话说这个应该是我们到了一个小镇吧。这是什么东西啊？啊，难道有怪兽吗？来，出来占个痛。
好像真的不太安全，好像我们不是一个人，好像和我们在一起那个并不是人。你在哪里啊？献出你的妖精。这门打开了，这也是个教堂吧？这么多蜡烛，吓死我了，吓死我了。这个并不是基督的雕像，它是一个基督的平面画，做的像雕像一样，哈哈，是不是我们只要到教堂里面我们就安全呢？不知道什么意思。妖魔鬼怪快出来，妖魔鬼怪快出来，现出你们的原形，亮剑吧。还藏着掖着干什么？咱们就要占个痛快，一了百了，你说呢？原来如此，箱子碰坏还是有声音的，这个就是门吧。这门打不开，看这个温迪也是打不开了。这个小女孩的家到底在哪里啊？前面亮光的地方吗？你好，你在家吗？小妹妹，你在家吗？我是凯文神父，快开门，我要给你治病。别跑！哦，酱油加满了油，跑到墙里面去了吗？妹子，不要跑，你等我追上你。他想跟我玩捉迷藏，这叫欲擒故纵。既然你欲擒故纵，那我也跟你玩一个嘿嘿嘿好了。哦，可以拿这个把他的大锁给撬开，原来如此。所以这个才是我们要去的庄园吗？好像要走迷宫啊。可是我这个灯一点用都没有啊，不觉得吗？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看到眼前这一小坨。我上次玩的那个游戏和这个很像，就只能看到眼前这一小坨。走迷宫的话，大家尽量用左手原则来走，贴着左边的墙走，肯定能走出去。啊，既然是我的话呢，我就不按照这个原则来走了，我就不走寻常路了啊，我就是凭感觉来走，大概是这个方向吧，哈哈哈哈。咦，不对，这边是墙，有鬼吗？别过来，我可是神父，你可别碰我，你会灰飞烟灭的。好像离这个地方越来越近了，从这边出去应该，哎，可以充下电。好的，又亮了一会儿，好亮啊。这个其实点燃的时候还是很亮的，但是随着它这个油的一点点减少，它变得很暗。我不知道，我没有用过油灯了，不知道真的油灯是不是这样。但是照这个尿性，我永远走不出去了呀。越来越近了，从里面出去应该就是了吧。最后一个岔路，近在咫尺。啊，近在咫尺了，让我出去，我要进去，我要拜访。Oh fuck！ 我只求今朝拥你入怀抱。Oh fuck！ Oh my god！怎么可以吓神父呢？而且是第一个，我玩游戏第一个见到倒着过来吓人的鬼。其实恐怖游戏就是这种感觉，你被吓到一次以后，你还想被再吓一次，非常的爽。我是不是刚才被他那么一下走错路了呀？感觉离这个房子越来越远了呀。讨厌，完了，油灯要没电了。这好像是刚才遇鬼的地方，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回我贴着左边的墙走啊，左边的墙啊，在哪里啊？有鬼！好像感觉离这个房子越走越远了。快让我走出去！这什么地方？吓死我了！不要玩了！毫无预兆，好吧。我还在认真走迷宫的时候，突然间就这样吓人。这游戏我坚决不能玩，这个就只能再见了。好的，我们哎，怎么删不掉？啊，算了，我们看下一款游戏。Oh my god！ 好的，那我们这一期的恐怖游戏合集到此结束喽。看够了没？应该没看够吧？如果喜欢视频的话，请不要点一下收藏，点一下赞，点一下硬币吧，算是支持了。还要提一下，就是有什么好玩的独立游戏呢，还可以推荐给我。最后要说一下，就是 CG 的零食店，谢谢大家惠顾，我们以后还会搞各种好玩的活动的。零食最好可不要贪吃哦，我们还是会继续赠送签名的。那么先谢谢你支持喽，我们下周再见，拜拜。